12月26日，红海除夕前行情买容易被短线客占便宜。作者 A 大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先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及追踪。2023年快要过完了，今年股市涨了3614点，去年股市跌了4081点，近两年累计还下跌了467点，以2021年底18218点来算，还下跌了 2.56%。 不过台股一年会除息4%到5%，如果你近两年抱着大盘不动，能赚个5%到7%不会是什么问题。鸿海在2021年底股价104元，2022年底股价 99.9 元，现在股价104元。鸿海近两年的波动比较小，股价也涨回到2021年底的水准。如果2021年底就持有鸿海，就是赚了近两年的股息 5.2 元及 5.3 元，股利率大概就是 5% 左右。这时会有人说，近两年鸿海不是各赚10元左右吗？明明赚了20元，为什么股价才反映 10.5 元？会这样的道理很好懂，因为2021年底时鸿海净值 99.59 元，鸿海股价104元，现在鸿海净值 107.13 元，2021年底股价高出净值 4.5 元，现在股价还比净值少 3.13 元，今年第四季鸿海赚到的钱还没有公布出来，所以就差了这10元。这也是我常说的，如果你买到股价距离净值太远的公司，三大法人想要弄你，他们就只需要把股价及净值之间的距离无限的拉近，这样散户就会怀疑人生。之前大力光股价在6000多元时，净值才600多，现在净值1000多，股价2760元，今年初大概2000元，涨了700多回来。不过近7年下来，大力光赚了1000多元，配出500多元，净值提升600多元，结果股价还是跌了3000多元。这是当初买到股价距离净值太远会有的下场。有一些散户很短视，他们只看得见短线很会涨的公司，然后就觉得是好公司。以伟创、广达、光宝科来说，股价净值比是三倍、四倍，甚至是五倍。未来三大法人想要玩里面的散户，只要使出无止境的股价和净值压缩法，这样里面的散户抱三年、五年，甚至是十年都还不一定能赚钱。两年前鸿海的股价才比净值高 4.5 元，了不起就是鸿海半年的获利，结果外资群这样耍贱下来，接着让股价和净值之间的 4.5 元消失，再硬让股价比净值低 3.13 元，这样散户就会觉得为什么没有得到鸿海每年赚到的 10%， 近两年平均一年就是 5% 多一点点。如果你是今年买到鸿海的股价在净值以下 3.13 元，外资群如果接下来两年再使出这一招，想要再让鸿海股东每年只赚 5% 多一点点，那净值就会变117元，股价104元。我只能说，这谈何容易。这时会有人说，鸿准、星光金、友达的净值都比股价高很多。当你在说这种话时，你去看一下这三间公司哪一间有符合获利时要素。这三间中表现最好的鸿准，也就是每年都能赚钱，也不符合获利时要素。鸿准的净值愈来愈高，但获利会愈来愈低，所以净值和股价之间的距离才会被拉开。友达及金光金就不用说了，这两家公司有时赚钱，有时赔钱，获利时要素中一大堆都不符合。鸿海这种符合投资价值时要素的公司，股价还能在净值以下，只能说明很多投资者及投资机构眼睛都瞎了。会这样说的道理也很简单，鸿海净值83元时一年能赚8元多，净值107元时能赚10元多，只要保持股东权益报酬率 10%， 那净值110元就能赚11元，净值120元就能赚12元。哪一天鸿海获利无法成长了，那就学一些代工厂个股那样，把赚到的钱配出6成、7成，甚至是8成，那一年赚12元，配出8成，那股息就是 9.6 元。很多散户傻乎乎的以为股息配出越多越好，当一家公司把赚到的钱都配出来时，代表该公司无法再成长。这也是目前很多高股息 ETF 的问题，很多散户一直去追高股息 ETF， 这些个股本来就无法一直成长，结果散户还一直去追，把股价都追成了天价，最终就变低股息，时间再久，这些公司的获利也不会再提升。这应该很好理解对吧？你开一间店，资产100万，一年赚10万，获利率 10%， 如果你把赚到这10万都拿去花掉，明年你还是一样用100万赚10万，如果你赚到的10万不花，留到公司净值中，去买设备、请员工、展店、打广告，只要获利能力不变，110万一年就能赚11万，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？怎么会有人喜欢买一家资产100万，一年赚10万，然后配8万或10万的公司？这种公司把获利都配给你后，是要拿什么去再投资保持竞争力或扩大其规模呢？今年除了 AI 概念股外，散户另一个疯的就是高股息 ETF，
应该是这样说，因为散户疯高股息 ETF， 这些高股息 ETF 去买了 AI 概念股，这些 AI 概念股的前身是塑胶花代工产业，毛三到四，股价净值比大概就仅有一倍左右，大部分的散户都看不起，使得股利率异常的高，所以这些塑胶花代工厂的筹码都很稳健。当高股息 ETF 强力买进后，三大法人就觉得有戏，就进场买进，买的差不多就开始拉抬，最终就把这些个股炒成了 AI 概念股。随着这些 AI 概念股的股价被炒高后，股利率就变低，从6到 7% 降到2到 4%， 这时高股息 ETF 就换股炒，现在换 AI 电脑及笔电，一样是把股价炒到疯狂价。散户看到高股息 ETF 股价一直涨，他们就一直追，散户一直追，高股息 ETF 股价就一直涨，这就形成了助涨。未来这些高股息 ETF 在规模饱和后，一定就是无法提供这么高的股息，而且散户看到股价不会再涨，就会把高股息 ETF 卖掉。事实上，很多散户从一些指数型 ETF 移动到高股息 ETF， 未来只要散户从高股息 ETF 中移到别的地方，这些高股息 ETF 持有的个股股价就会下跌，越是下跌散户就越是卖，最终就成了筑跌。有一些人已经发觉高股息 ETF 的问题，不过大部分的散户都还没有发觉。几年前我就一直说台湾50反亿有很大的问题，几年后散户纷纷才发现，他们之所以发现是因为赔了很多钱，未来大部分散户发觉高股息 ETF 的问题时，一定也是因为赔钱才会发现的。文章主题内容如下：一、鸿海除息前行情买容易被短线客占便宜；二、鸿海股价委屈到愈来愈多 ETF 纳入；三、散户在股市疯狂买 ETF 最终会有的下场。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 180.52 亿，投信买超台股 24.55 亿，自营商卖超台股 15.96 亿，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 189.1 亿，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2393口，期货流仓空单11895口，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空单5249口。今天台股成交 2269.31 亿，上涨 146.89 点，涨幅 0.83%， 收在 17751.73 点，电子上涨 8.34 点，涨幅 0.95%， 收在 884.19 点，金融上涨 11.66 点，涨幅 0.69%， 收在 1705.72 点。外资群跑去放圣诞节了，鸿海今天成交量仅有10038张，永丰哥今天就不敢在鸿海中玩短线。之前我就说过了，永丰哥之所以用那种嫩到爆的招式能赚钱，单纯就是外资群想让他赚，因为永丰哥这种向下灌杀后挡在下面买，符合外资群要灌杀及压制鸿海的大方向。当外资群跑去放假，自然永丰哥这样玩就是找死。大家有发觉这两天外资群都是小买2000多张，两天买了5186张，会这样的道理很好懂，因为上星期高股息 ETF 买了鸿海45000多张，一些外资群本来放在上面挡的股票，不小心就被高股息 ETF 买走了。外资群本身又没有股票，那些股票是借券来卖的，因为高股息 ETF 买了股票后就不会卖，外资群还是要把多卖的部分买回来海券。昨天借券卖出就海了5486张，因为高股息 ETF 的买超，也让融资连续6个交易日减少，少了3927张。这就是我之前说的，高股息 ETF 把一些不稳定的筹码买掉后，会助长永丰哥赚钱的偏空筹码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回补的买盘。按目前代工厂股价的净值比来看，连老人股的人保和硕都在上涨了，之后轮到鸿海也仅是迟早的事。外资群就算不买，还是会有一些散户看到 AI 伺服器、 AI 电脑及笔电后，就会去想鸿海手机代工占营收50%多，加上伺服器及笔电有40%多，只要 AI 伺服器、电脑、笔电及手机题材全部都起来，鸿海等于全部的营收都和 AI 有关系了。外资群不买，自然会有一些 ETF 主力、散户、中实户、大户进来买。最近一些稳健鸿海股都买的比较少，原因在于之前鸿海股价跌到94元，已经把会买的鸿海股东钱都逼出来了。以我来说，我连生活备用金都拿进去买了，因为实在太甜了，这两个月就只能存备用金。我想正常的鸿海股东也是如此，再过几个月后，今年的鸿海股东又会有人事前先买，买盘又会开始浮现。我说过，外资群只要每撑一年，他们手上的股票就会少 2%， 也就是20几万张。去年我在说时，可能有人不相信，现在时间一年过去了，外资群手上的股票少了 2%， 鸿海的股价一样是回到104元。记得一件事，鸿海是一间会赚竞争金白银的公司，所以就算短线有强大外资群筹码面的卖时，只要卖压一减少，外资群就算不买回，股价一定会回到外资群卖超前的价位。现在鸿海净值 107.13 元，第四季都快过完了，
鸿海第四季赚个3元不会是什么问题，外资群在那撑其实也没啥用，买不买都不会影响鸿海的股东每年赚钱，了不起就是会被压缩一些获利，例如近2年鸿海赚了20元左右，结果股价才反映了 10.5 元。但你了解鸿海少反映了 9.5 元这事实后，你买进等于就是别人白送你这 9.5 元。2021年底台股收在 18,218 点，2022年收在 14,137 点，现在2023年12月26日了，指数又回到 17,751 点，几乎快要把2022年下跌的全部都涨回来了。0050在2021年底收在 145.5 元，2021年收在 110.2 元，2023年收在 134.25 元。三大法人如果使用统计完，这两年是能在不同的类股赚到不少钱。如果你买的是个股的话，很多在2021年底的成长股，在2022年下跌后，现在是没有涨回到原点的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标股。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，三大法人想要赚差价，一定就是在低档买一大堆股票，然后向上拉出一个锚点，接下来很多散户中了锚定效应后就会进来买，当三大法人卖给散户后，散户买在疯狂价，自然三大法人就不会进去帮散户解套。例如 AI 概念股的伟创、广达、光宝科，三大法人把散户套在伟创105元、光宝科120元、广达215元，自然不可能再进去把伟创炒到200元、把光宝科炒到230元、把广达炒到430元，所以只能再去找新的个股炒，也就是红旗、华硕、人保及和硕，之后在 AI 电脑及笔电拉出一个锚点后，散户又会进来买，这时三大法人又能顺利的出货。所以大家看台股从2021年底的 18,218 点到现在的 17,751 点，其实很多投机的散户都是赔钱的。这时会有人说，台股每年不是会配出 4-5% 的股息吗？所以指数每年也会减少 4-5%， 所以指数从 18,218 点跌到 14,137 点，再涨到 17,751 点的话，其实有 1,700 点是被除息掉的，散户应该是要赚才对，会这样想代表你天真了。你这是用在中长线价值投资者，一般的散户会买来卖去，光台股指数跌下去再涨上来，这两年间政府收了3000多亿的交易税，券商也收了3000多亿的手续费，这些就是短线投机交易的散户要支付的，所以大部分的散户都会在这一涨及一跌的过程中把钱赔光。2021年底台积电股价615元，2022年底 448.5 元，2023年586元，台积电近两年配出11元及 11.5 元，合计 22.5 元，这样是 608.5 元，所以2021年底买到615元的台积电到现在还没有回本。不过如果你持续的买进，台积电的三年线是551元，你还是能赚到钱，不过想要赚到什么大钱就是不太可能。在2021年初时，台积电股东人数60万人，2021年底时台积电股东人数 91.63 万人，有31万个新增的股东买在600元的台积电，那时市场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，很多散户就一股脑儿的进去买进，最终就是套在600元。这和今年的 AI 概念股一样，人人在那说广达、伟创、光宝科好棒，伟创及广达有一半的股东是买在105元的伟创、215元的广达，当你买在这价格后，两年中你可能会像台积电这样下跌3-4成，就算两年后股价涨回来，你也赚不到什么钱。这就是我常说的，获利被别人拿走太多年，那你剩下的就谨慎风险。鸿海2021年底股价104元，2022年收在 99.9 元，今年股价收在104元，鸿海的波动相对小，2022年下跌了 4.1 元，2023年上涨了 4.1 元。如果你在2021年底时持有鸿海，那你就是赚到这两年鸿海配出的 5.2 元及 5.3 元。这时会有人说，鸿海明明2022年赚 10.21 元，今年再怎样也能赚到 9.5 到 10 元，明明两年赚20元。为什么两年才赚到股息的 10.5 元？一般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原因在于公司获利被拿走太多年，但2021年底鸿海的净值 99.59 元，股价104元，获利仅被拿走 4.5 元，和一些成长股及大型全职股是不能比的。目前鸿海的净值 107.13 元，这还不算今年第四季鸿海赚的，现在鸿海股价在净值以下，这就是鸿海赚20元，股东仅赚到 10.5 元的原因。外资群因为卖了大量的鸿海股票，所以才会采取这种股价和净值压缩到极致的策略。不过就算外资群玩到了极致，还是无法改变长期投资鸿海必胜的结果，鸿海的净值也不会因为股价仅有104元而少了 3.13 元，改天还是会找时间反应了。当你投资到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的公司时，你就不会担心三大法人耍贱。
之前有看到一位网友说鸿海今年还没有填息，从115元除息，现在股价还没有115元。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好笑，鸿海一年赚10元，你年初时不持有，非要除息前从101元涨到115元才买进，然后在那说没有填息，这不是来搞笑的吗？很多短线客会玩鸿海除息这一波段的短线，每年都一样，明年大概4月到5月就会再来一次，一些散户很短视，就在除息前买进鸿海，然后就要鸿海除息。我用正常的逻辑说给你听，鸿海年初 99.9 元，短线客、投机客、当冲客知道鸿海一年会赚10元，终究会找个时间反应到股价中，所以就选除息前反应，结果鸿海涨了近15元，这样就把鸿海赚的10元反应进去了，还多涨了5元，之后半年又把这5元跌回去，一些在鸿海除息买到的，你已经多付出了10元，报了半年后，鸿海赚了5元，所以你当然就会赔5元，这是用最理性的方式看鸿海。如果你是年初就持有鸿海，也就是 99.9 元，现鸿海股价104元，所以上涨了 4.1 元，鸿海除息 5.3 元，差不多就是 9.4 元，所以鸿海等于有把今年赚到的钱都反映到股价中。这时会有人说，如果时间拉长一点到两年的话，那就没反应。嗯，没错，但个股中的股市就是由里面的人交易出来的，大部分的人买什么价格，股价就容易在那个价格区间波动。例如伟创、广达及光宝科，近半年大部分人买到伟创105元，买在广达215元，买在光宝科120元。如果没有三大法人、主力、投信等外力进来干扰，股价就会在大部分人成交的价格区间波动。一般的散户会有解套就卖，不然就是赚几毛、几元就卖，然后又跌了几毛、几元就买，自然股价就会在某一个小区间整理。近一个月、一季、半年、一年、三年买到鸿海的人，大概就是在100到105元之间。现在外资群主力因为卖了很多股票，他们也不会想要去拉抬，所以鸿海股价就在很小的区间整理。今年市场炒作 AI 伺服器，这题材炒完了，现在在炒 AI 电脑及笔电，明年中或明年底应该就会炒 AI 手机，那时三大法人就只剩下鸿海能选了。毕竟广达、伟创、人保、和硕、光宝科、英业达、宏旗、华硕、技嘉、伟星都炒过了，股价净值比都比高的，股利率也都低得可怜，想要炒 AI 手机，那就只剩鸿海能选。那时外资群只要大量的回补持股，你就会看到鸿海被压缩的股价全部都被抬回来。投资鸿海就是稳中求胜，我持有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观察到的结果会比较全面一些。不过在外资群全面回补鸿海时，很多散户因为被锚定在105元，所以大概涨到105元就会有很多人卖掉，了不起到110到115元大部分会卖的散户就会都卖掉了。11月元大台湾50卖了鸿海14560张，国泰台湾 5G 卖了1779张，元大高股息卖了8986张，这也是为什么11月时投信卖了鸿海2万多张。元大台湾50卖鸿海也不是单一个例，在11月也卖了台积电、联发科，这两家在11月股价都是大涨的，所以应该不是因为股价下跌比例降低。在8月时，0050的规模是3171亿，现在0050的规模剩3000亿，大盘明明涨了1000点，0050的规模还变小，很明显就是被其他热门的 ETF 吸走。在8月时，0056的规模2278亿，现在的规模2482亿。8月时，00878规模2188亿，现在规模2434亿。很明显资金被高股息 ETF 吸走了。在11月投信卖了鸿海2万张后，也就是从0050、00881、0056卖出来的，到了12月又从0056、00900及00713买回了45000多张。因为鸿海目前股利率 5%， 比起大部分的代工厂及大型全指股的股利率都还要来得高。列出目前的高股息 ETF， 0056规模2475亿，00878规模2427亿，富华台湾科技优息规模1142亿，群益台湾精选高息规模885亿，元大高息低波规模486亿，中信中国高股息00882规模384亿，富邦特选高股息30规模358亿，中信成长高股息00934规模101亿，高股息 ETF 的总规模来到8594亿，所以只要被高股息 ETF 买到的个股，只要股本及市值不高，很容易就会出现狂飙，而且很容易就会从高股息被买到变低股息。前一阵子高股息 ETF 去买 AI 概念股，也就是代工厂个股，把伟创、广达、光宝科、英业达等个股的股利率从6到 7% 买到剩2到 4%。 当高股息 ETF 大船入港后， AI 概念股的股价飙涨，一年后不符合高股息了，所以就会把这些个股卖出，
不过在买的时候会拉出一个锚点，而且时间会持续一年，很多散户就会中了锚定效应，最终就是会买在均价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散户会被套在伟创105元、广达215元。目前持有鸿海的高股息包括0056、00713、00900、00918等。台股如果一直在17000多点整理，之后00878、00929、00919持有的个股股利率也会变很低，最终还是得去买高股息的鸿海，毕竟鸿海的股本大，市值高，可以容纳很多资金，而且就算这些 ETF 买了后，也不会瞬间变低股息，所以外资群在压制一阵子后，之后所有的高股息就通通都会进来买鸿海了。这就是符合价值投资十要素公司的威力，你光用时间就能稳赢，毕竟鸿海每年能赚净真金白银，现在赚10元配5元多就能高股息，一般高股息的公司都是配7成、8成、9成，甚至一些电信股市获利10成都配出来，未来鸿海不再成长时把赚到的钱配出6成、7成、8成，那不就成了特高股息，所以筹码面、技术面及消息面的小把戏最终是打不过公司基本面及产业面的。如果你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坚持，最终你的下场一定就是愈来愈惨罢了。我一直和大家说长期投资是稳赢的，因为股市是由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，这些公司就是负责社会的食衣住行娱乐，会赚钱的公司留下，不赚钱的公司淘汰，最终留下来的就是有竞争力，也就形成了台湾重量型全职股，每年就是会赚5%到10%。有了这概念后，我就和大家说长期买台湾50反一是必死的，已经3年来说，台股上涨3846点，台湾50反一下跌1.86元，台股下跌4081点，台湾50反一仅上涨0.81元，今年台股上涨3458点，台湾50反一又下跌了1.34元。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，台股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赚到钱后会配出一半的股息，另一半保留在公司中，所以每年指数会减少4%到5%，这就是公司配出来的股息，通常只要公司不要再疯狂价，一定就是会填息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50反一每年会跌得比台股重，台湾50反一长期一定是必死的。这档 ETF 的经理人拿了投资人的钱去买期货，每个月、一季、一年都持续使出无限转仓大法，每个月光转仓时就被外资群吃豆腐吃到死。外资群手上有现货，他们能控制指数，台湾50反一的散户买了后就是每个月一直转仓，最终当然被外资群打到死。重点是 ETF 经理人觉得自己这样很忙，所以每年的管理费要收到 1.2%， 还有换仓手续费也要收，这也是为什么台湾50反一会这么惨的原因。这一档就是拿来骗傻子的，一开始出来时这一档的规模还有800亿，那时我就看出问题在哪了，就像现在我看出高股息 ETF 问题在哪一样。但很多散户一定要花钱买教训，他们才会知道问题在哪，还有一些人打死执迷不悟，一直以为放着或向下摊平能回本，最终就仅是绝望罢了。新闻说00919群益台湾精选高股息惨遭外资群连续大卖。 A 大回答，摊开00919的三大法人进出情况，外资群合计卖超 36.14 万张，自营商合计卖超 353.5 万张，投信则是都没有动作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道理其实也很好懂，一买一卖成交易，三大法人卖的是散户买的，之所以自营商一直卖，那是因为散户一直大买00919，自营商去向投信申购后然后卖给散户，外资群觉得这样太好赚了，也去向投信申购卖给散户，反正散户喜欢，自营商及外资群就去向投信申购，想要多少就卖多少给散户。当投信收到自营商及外资群申购的钱后，就把钱拼命的去买投资组合中的股票，那些个股在强大的资金进驻下股价就一直上涨。 ETF 的股价是依据持有股票的股价加权出来的，所以投信越是大买投资组合中的股票，个股的股价就会大涨， ETF 的股价自然也会大涨，散户看到 ETF 一直涨就拼命的一直进去追，最终把投资组合中的个股买到股利率变超级低。这时就会有人说，明明这些 ETF 还是配出高股息啊，那是因为拿本金平准金、差价平准金及股息平准金，在市场行情好时 ETF 换股容易赚到差价， ETF 经理人就会把差价拿来当股息配给散户，未来行情不好时少了差价平准金， ETF 投资组合中的股票又被炒到变低股息，自然就不可能再配出高股息，之后股市行情不好后， ETF 因为没有散户的追价，持有的股票就会下跌回原形，这时 ETF 的股价就会下跌，所以一开始散户多赚到的，未来总是要还记得一件事，股市中唯一真正能长行的报酬率一定就是公司赚到配出来的高股息 ETF 及 ETF 每年要被经理人收管理费、换股手续费、
怎么可能还能有高股息，真的就是爱说笑。看一下00919的股东人数，0到10张的就占 25%， 总股东人数有41万1574人。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件事？00919的千张大户很少，大户、中实户也很少，道理在于中实户、大户、超级大户哪有蠢到去买这种东西。我说过，你每年领到越多的股息，你就要缴越多的税，会是高股息的公司，一定就是公司无法持续成长，所以才会选择把获利全部配出来，不然就是忽然公司因为某一些事件大赚，那种获利无法持续。一些中实户、大户、超级大户是不喜欢所谓的高股息的，不喜欢高股息仅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实户、大户及超级大户知道我说的道理，这些 ETF 单纯就是在骗一些傻子小散户的。 ETF 持有的公司股价都被炒到天价了，你和我说能每年得到高股息，真的是爱说笑。这种就是骗骗无知的小散户及散户，大概在一两年后，市场的散户就会知道高股息 ETF 的问题在哪，就和当初台湾50反一 ETF 一样，很多散户连最简单的事都不会去思考一下，单纯就是看到股价上涨就进去追。如果你买高股息 ETF 或主题式 ETF 是为了短线赚差价，那我觉得态度正确，因为这就是在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，这和当初林妈妈炒 DR 股有87分相似，唯一的不同是林妈妈是带一群无知的小散户进去炒。高股息 ETF 是收集了一堆无知小散户及散户的钱统一去炒，高股息 ETF 这一波炒作威力比较强，因为钱给 ETF 经理人后，统一的进去炒，这样上涨的力道及持续性就会相对的强。以00919持有最多的联电来说，持有 9.4%， 联电的股价 50.8 元，前三季赚 3.87 元，今年给你赚5元，配出率 50.8%， 那就是配出 2.54 元，股利率就是 5%， 扣掉给00919的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，我就当扣 0.5% 就好了，那一年股利率就是 4.5%， 这时有趣了，00919去哪生出8到 10% 配给股东。还是散户觉得联电今年能赚超过5元，然后配出 100%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把00919持有的公司股利率算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平均有个5到6%就偷笑了，扣掉给 ETF 发行商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 0.5%， 你和我说可以配出8到10%，你是要去哪里生？你觉得 ETF 发行商或经理人会拿自己口袋的钱给你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以伟创来说，目前的股利率了不起 2.6到3% 左右，扣掉给 ETF 的费用就剩 2.1到2.6%。兆丰金的股利率了不起 4.5%， 中信金的股利率了不起 4%， 瑞昱了不起有 5% 就偷笑了，所以00919持有的个股股利率都 5% 左右，你和我说扣掉给 ETF 发行商的 0.5% 后，可以长期给你8到10%甚至更高的股利率，那你就是说给鬼听的。大部分买高股息 ETF 的散户，他们根本不会在乎高股息 ETF 持有什么个股，也不会管股利率多少，现在散户会去买，单纯就是高股息 ETF 的股价会涨，未来不会涨时，之前领到股息的人就会从股价把获利吐回来，这就是现在很多人所谓的高股息仅是左手配右手，现在你感觉不出来，那是因为股价会涨，哪天股价跌了后，你就会把多拿的吐回来了。文章出自 A 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。进来，红海傻吧，红海傻吧，摇滚区的朋友们。